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iMyPhone。相信大部分玩过宝可梦的玩家都会知道一个外挂工具。由于 Pokemon Go 官方设定了冷却时间来避免作弊，如果你没有合理计算冷却时间，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账号被封。在这里，我要给你推荐一款宝可梦冷却时间提醒工具 iMyPhone Anytwo， 来防止因为冷却时间而被锁定。这款软体的瞬移模式将进行自动冷却时间计算，冷却倒计时可重置或取消，两点模式和多点模式可以自定速度模拟移动，遥感模式可以控制移动方向，自然规避宝可梦作弊侦测，支援所有 iOS 和安卓装置，是您辅助抓宝可梦的不二选择。首先，我们在电脑上下载并安装 iMyPhone Anytwo 这款虚拟定位软体，启用程式，使用 USB 传输线连接手机和电脑，成功侦测到装置连接后进入地图，点击界面右下角像雪花一样的冷却按钮，进入想要宝可梦移动的目的地，点击移动，此时软体会根据当前位置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自动计算出冷却时间，并进行倒计时提醒。在 Anytwo 冷却时间计时内，还可以点击重置按钮让倒计时清零。如果你不想使用冷却倒计时提醒，也可以再次点击右下角雪花图示的冷却按钮，就可以关闭冷却倒计时提醒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在使用 Anytwo 来协助您计算宝可梦冷却时间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其他的问题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会及时的为您解答。最后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